球场，是整个228和平创进会的这创办的这個过程中间，咱应该爱感谢是228和平创进会的会长陈永兴医师。陈主席，咱来请陈永兴医师来跟咱讲228历史的真相。真心的台湾人，大家晚安。今日是228和平日促进会在台湾全岛所办第15场的说明会，我已经受伤，但是我今日啊非常欢喜，会当来到台中这个所在，和所有全台湾上界有文化水准的台中市民，大家共同要来反省，检讨着40年前所发生台湾近代史上上界悲惨的228事件。今日，咱的内心非常的感慨。为什么在台湾近代史上上界重要的228事件，都要经过40年，才有法度让咱来公开，在这个所在来举办纪念的活动？拄则我有听到真多在台下骹的胡志山讲，讲到下落，讲伊啊，作为全台湾人。咱会知影怎介绍无？40年来，为什么到我今日用啦？咱才敢讲一句甲写落咧？为什么40年，咱无人敢纪念228事件？各位，我是1950出世的，伫我出世的时，228事件已经发生过啊。我并无看到228事件，在我的个人的家庭、我亲戚朋友内底，并无人为着228事件牺牲去。但是，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，今日为什么我要来推动228和平日的促进会工作呢？在这个所在，我要甲国民党讲。我和国民党无任何的冤仇，今日咱办228和平日的活动，不是要和国民党争算，不是要甲伊讨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，咱要让所有的台湾人，所有也搁有用心，也搁有勇气，也搁有贴心的台湾人，咱台湾人。无咱家己个心肝看卖咧，为什么40年来228事件所有的受难者，下面的家属无法度得到台湾社会的肯定和安慰咧？这是为什么？国民党不准咱纪念，不准咱讨论，但是可怜的台湾人啊！为什么咱家己都无法度纪念，咱家己都无在条讨论嘞？咱第一代上优秀的台湾人，在228事件牺牲殆尽，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，台湾人想讲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对咱过着真正和平、幸福、民主的生活，出头天的日子到。台湾人排队压旗唱歌，去到码头欢迎国民党的军队打起来到台湾岛。迄个时阵，国民党的军队穿草鞋、压背带、压雨伞、排钉鞋啊，安尼打起来到一块岛。咱的前辈欢迎的心情从安尼了去，但是。不但是个安尼尔，当年这个台湾人上大的罪人，
伊来到台湾岛以后，发行大量的纸票，发台票变达400倍，物价波动，将台湾的币逃走输给中国大陆的上海，贪污台湾的知识分子大量的失业，整个台湾的社会跌拐。在这种的情形之下，台湾人对国民党这个政权失望，我把的期望小刚出头的日子结果失望了。但是台湾人在那个情形之下，也还阁无想要反抗。到了1947年2月2日，永安市在台北市的平北路和南京西路那个路口，因为一个人阿婆在那卖烟，有一个公安局要查一私烟的一个专员，从伊的枕头讲到这个阿婆，讲到血流满面，倒伫涂骹。在那个情形之下，愤怒的台北市民将这位查警专员给包起来，结果这位专员一时间就开枪，应声而倒，徛伫街仔对面。一个台湾青年叫做邓文杰，当场被枪打死。台北市民非常的愤慨，捉到这个开枪打死人的外省专员，捉到伊到警察局，要求警察将这个凶手交出来。但是国民党的警察将这个凶手护送到台北的宪兵队，将交出来。台北市民非常的愤慨，包围着。公安局将所有烟摕出来烧掉。隔日再天，台北市民一两万人在台北市游行，要求国民党政府将凶手惩办。但是，迄个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安怎答复台湾人？开枪！当场开始压力，台北市人愤慨无度做动了，包围着警察局。开始让外省人展开228上悲惨的台湾史，顶冠的一页，对台北市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嘉义、台南、屏东，台湾人全面起来反抗国民党了。但是，各位，今仔日还阁站伫遮，作为台湾人子弟的咱，来的前辈是外人的善良，迄个当时。台湾的知识分子、民意代表、大学教授、律师、医生，真侪台湾社会的领导者，因组成228事件处理委员会，要求单一改革台湾的政治，提出32点要求。迄内底有诶要求，到今仔日国民党政府嘛也未做到。比如讲，咱的前辈要求讲，台湾人。有和平集会的自由，台湾人有和平集会的自由，但是今仔日国民党还阁无履行伊要改革的承诺。第一个时阵，陈仪一方面表明答应讲要改革台湾的政治，但是事实上欺骗着台湾人，伊敲电报等于中国大陆。吃蒋介石土球兵，国民党的军队在3月初7日对家人和高雄两个港口登陆以后，展开了40年来上惨淡的228大屠杀。卡车载着机关枪，全台湾岛大屠杀。各位大众一种学生。大中路中的学生真多被杀在这里，高雄市议会的议员在这开会讨论到要怎样和陈仪谈判，机关枪来到的所有的议员状态，嘉义柯世贤等等地方上的一些头人拿着白旗去要和国民党讲和，全部被抓斩掉。各位，全世界任何的军队若对阵，绝对无台讲和的输家。甲国民党
将台湾的和平使者斩杀不论。这种就是台湾人用双手解抱、解欢迎、解期待的祖国的政权啊！40年来，国民党不承认啊！伊不但无要公布历史的真相，伊将责任推予共产党。伊讲228事件是台湾人去予共产党煽动所引起的暴乱。伊讲228事件是因为台湾人去予日本人统治50年，甘愿做日本人的奴才和走狗，所以才会反国国民党的统治。各位。作为一位还够有良心、还够有骨气的台湾人，今仔日咱的前辈会使比国民党台，会使比俩，会使比乖，但是袂使比侮辱。台湾人有日本人统治50年，统治50年。2号弹武力的斗争，阿边2号弹文化的斗争，台湾文化协会、台湾民众党各位，日本人统治台湾37年，台湾人就组成第一个反对党，台湾民众党。日本政府也唔敢取缔台湾民众党，台湾民众党有代表组着全台湾工人联盟、农民组合400几个团体。在全台湾岛办400几场的演讲会，但是今仔日国民党统治台湾40几年，也阁不准咱做党，民主进步党承认，伊也阁唔承认。各位，这就是讲咱的同胞的国民党政权的真面目。今仔日，伊不但将责任推予共产党和做日本人的糟糕，伊将这个历史的真相。40年来，总甲藏起来，不准任何人公开讨论，不准任何人做研究。伊对228的受难者，所有无审判、冤枉、斩杀、屠杀者的家属，无任何的抱歉，无任何的赔偿。这敢是一个有道德的政权应该有的态度呢？但是，我伫这个所在。要甲咱每一个人讲，今仔日推动228和平日促进会的工作，毋是要向国民党算一条账，毋是要向伊叫一条冤仇啦。40年来，台湾人正美互因食，纳税互因用，替做兵，大官留因做，无怨叹。但是，台湾人今仔日要站起来，甲国民党讲一句话，对起来去，台湾人无惊赢咯。228，40年来的禁区，第40周年的今仔日，咱甲拍破咯。228的禁区要拍破，国民。台湾社会顶端永远无啥物禁忌啊，无啥物代志值得咱惊的啦。第一代上优秀的台湾人被屠杀殆尽，第二代的台湾人惊到呾，但是第三代的台湾主地咧，第三代的台湾人伫倒个？今日站伫这个所在，跟所有牺牲的前辈讲。请你安息，咱要打228，所有的受难者的家属讲，我要甲你安慰，我要甲你肯定，台湾人的祖先无做唔对代志，无做歹代志，咱要继续，咱要加油，咱要过健康的生活，请咱大家人，予咱家己的心理健康一个拜托你，拜托。今仔日，咱讲要甲228
定做和平日来纪念。各位，国民党不一定会答应这款的要求，但是每年的二月二八，咱在座每一个台湾人，请恁家己休困一日，莫做工作，自然就变国民的纪念日啦。咱大家人爱抱着非常悲伤的心情来注意思考咱的祖先，因安怎来受苦，安怎来受难，安怎为着台湾的社会、老会付出上惨重的代价。不但是干安尼尔，咱希望伫台湾岛顶起着一座二八的资料纪念馆，将所有受难者的资料收集起来，咱来给咱的子孙。永远万万记住的，袂使袂记起台湾人家己的历史，袂使袂记起咱的祖先，因为着台湾社会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，这是作为一个台湾人，咱上大的一个责任。咱要消灭咱的历史，咱袂使让人消灭去啦。纪念二二八四十周年的意义，不是干那安尼尔。咱不但是要促成和平纪念日的事嘞，不但是要安慰弱者的家属，不但是要庆祝纪念馆，咱阁有一个较重要、较大意，就是咱要阁拼命二二八事件，阁再伫台湾一个岛屿顶端发生。今仔日，我要伫这个所在，甲国民党政治单位讲一句话：台湾人四十年来第一次伸出双手。要求公平正大的和平，假使你若国民党，你要反对和平，你的做法，就是表示国民党不爱和平。那是安尼，台湾人还有干部。但是国民党依然甘愿向台湾人士负责任的态度，对二二八事件的家属做一个合理的交代。各位有贴心的台湾人，咱该赎罪，咱该原谅，对今仔日起，伫台湾这块土地上，永远莫再发生二二八事件。只要国民党认同这块土地，认同这个社会，台湾人真正和平对待，这是咱做会到的代志。但是咱唔通袂记住，伫海峡的对话，迄、那个中国政权，今仔日。也阁口口声声在讲台湾是因的，讲台湾是中国的。各位，中国大陆的政权的军队，若阁开起来到台湾岛，各位，二二八事件是会阁发生，毋是袂发生。咱在座这台湾人，为着咱的子孙的幸福，为着咱的子孙，莫阁受到二二八这款的大屠杀。咱今日咧纪念二二八事件，咱来有一款智慧，咱来知影台湾人的命运，台湾人所受到外来政权的威胁，咱来知影台湾人自决的结果应该是啥。作为一个台湾人，咱不但要有贴心，要有勇气，要有骨气，咱还要有智慧，为着不爱好二二八事件，搁再伫一块苦难的岛屿顶端发生，伫这个所在。我甲咱每一个人恳求，唔通甲咱参加一个纪念会，唔通甲咱想讲一条的香港就解决。二二八事件所予咱的教训，是永远永远袂使袂记一个。作为台湾人，作为苦难的台湾人的后代，作为这块苦难的岛屿顶端的主人，咱今日啊，伫这个所在回去以后，甲咱的朋友，甲咱的亲戚。把所有的二二八事件牺牲去的受害者的家属讲，咱勇敢站起来，做台湾的主人，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咱大家听到陈永仁医师，甲咱讲这款，哈尼有水准，哈尼有历史真相的二二八这款的演讲了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听了，咱今后对着咱的政治选择，我想一定有上心的启示，就是讲对着咱个人要求。
求自己的政治道德，一定也能向前迈进一大步。各位，在这个时阵，咱就要来吟一首诗。这首诗是郭启华先生柯启华所写的。伊这首诗叫做《母亲的悲怨》，描写了一个老母看到伊的囝在二二班去用枪杀，迄种的心情。这个用枪杀的人名作余金德，伊是高阳县冈山镇的人。伊大法律科毕业，二二班的时阵，伊在冈山镇民代表大会上台批评国民党，结果在三月初去用国民党枪杀。伊的老母看到伊的囝去用枪杀，迄种心情，咱即马要甲念，咱请黄金珠律师来念。在高外被枪决，彼当时伊林德先生才二十岁，
这是歌姬华先生做这首诗，献了40年以前，伫二八事变中，壮烈牺牲伊的同学伊林杰先生，甲着滋味的事，以安慰因是在天之灵。各位，拄只陈英英医师嘛在甲咱讲，讲咱台湾人会使比才比乖，但是袂使比富有。